今早咧，我同太太嚟到票站，就住區議會今日嘅選舉咧，就投咗票。喺重塑咗之後嘅區議會咧，區議會回歸到佢嘅本質，就係關注地區事務，為地區嘅市民咧，就住地區大家關心嘅嘢、社區設施、服務各方面咧，向政府提供寫情民意。讓到我哋特區政府嘅施政，我哋嘅工作能夠更加貼近社會嘅需要。就住城市規劃又好，社區設計又好，住房又好，其他方面都能夠咧回應到市民。所以喺呢方面咧，請大家一齊抽時間出嚟去到投票，一齊共建美好嘅社區。